真连咒。那由我们的李道宁同学、魏胜甫同学以及王湘维同学带来的随想曲。对，人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出来呢？哦，原来是去变装了，突然都变成猛男了哦。啊，是不是赶快站到台中间来啊？听说这个曲目表演的就是过程就是相当的复杂啊。根据那个同学给我的内容，他说这个曲子呢回旋式啊，要分成五段。用传统的声吹出单音，然后来和声，还要吐音，有趣的变化啊，感觉好像在练那个气功哈，然后变成一个有技巧的曲子，所以我想中气十足是非常重要的啊。这个是我们声的部分，然后一根一根黑色的管子，然后三个男的身材都还不错啊，就是非常秀色可餐，然后音乐也应该还不错哈，好了吗？OK 了吗？还在谈技巧，好，你现在要上场打球的感觉。好，开始了。好，欢迎他们带来的《声连奏随想曲》，掌声鼓励。